好了哈。好了。美味名店，哇！那个是什么？小火龙哦，对呀、啊。就刚刚那个嘛，对啊，每一学期平均都有60票。没官员有那么有名吗？要排队排那样子。这个卖彩券的，现在大家都刮刮乐都很习惯的。这个真的不输明洞哎，比明洞还好玩。对，所以刚刚在前面，主灯就在前面。在前面吧。继续直走，要去捷运站。哇，赶快离开这一区啊！这炒面袂加爱排队。三山巧虎也要排队。这是在排队的人潮，在排阿中面线。对啊，阿中面线还好哦，我跟大哥吃过啊。阿中面线。大家都坐在路边就苦在耍，